翻嚟啊，科學先知第三節啦。咁我哋去咗即係望到即係武雷公咁遠啦，要翻埋呢個即係日常嘅生活入邊咧。咁日常生活入邊，大家知道啦。咁你而家有網購啦，係信用卡俾錢啦。咁但係有冇諗過一日就係所有你用緊嘅密碼全部俾人破解曬咧？咁樣驚㗎。咁啊，事實上係有呢個可能性嘅嚇，即係每隔幾年咧就話咧，就快到嘅就快到嘅就快到。咁啊，首先要介紹下就係即係我哋而家用緊嗰個嘅加密係點樣做法咧？咁其實咧係一個好簡單嘅道理嚟嘅啫嚇。有幾個咧就美國嘅數學家，甚至話傳說咧係英國嘅一個GCHQ 嘅數學家，佢都有嘅。但係基於咧就喺英國咧，佢就將個版權貢獻咗俾國家。咁美國都係笑佢好戇居啊！而家你攞咗佢版權，哇！真係打跛腳唔使做啦。咁嗰個加密嘅形式點做咧？就係將一個好大好大嘅數，唔係講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係一個好大嘅數，將佢拆散成應該係兩個 prime number 係咪？係啦，嗱，即係咁講啦，喺數學上邊咧。你要將兩個細嘅數乘埋變出一個好大嘅數咧，你好容易嘅，電腦好容易幫你去做到計到個數出嚟嘅。即係我當我譬如問我小朋友，係131乘369，咁佢就計餐死啦，係咪？但係其實對於你教識去直識去乘嘅人，就算唔用計數機，就咁乘心算都做到嘅。即係唔係即係只不過係一啲步驟嚟嘅啫。個步驟亦都係可以喺一個好合理嘅時間範圍之內。嚟去計得到噶啦，咁如果你交俾電腦計，更加快添。咁但係調翻轉，如果我係俾一個大數你，然之後你話翻俾我聽係由邊兩個數乘出嚟嘅，其實就一樣。其實你嗌電腦試咧，開頭細嘅數好容易，但係越係大嘅數咧，你發覺好難去做，佢試嘅嘢好多，就唔係一個好簡單同埋冇標準方法去拆嘅嘢嚟嘅。你可能有一啲嘅導引嘅方向幫你去快少少，但係你又冇一個好系統嘅方法去計嚟拆去咧。就冇嘅，咁樣都冇。所以咧，呢一種兩嚿成埋好容易，一大嚿拆開好難嘅呢一種咁不對稱，係啦，呢一種啊不對稱咧，就令到我就成為咗我哋而家現今嗰個加密技術嘅一個好重要嘅依托啊。嚇，即係話當我哋唔係傳遞一啲好簡單嘅嘢，而係傳遞咗一啲好大嚿好難拆嘅嘢時候咧，咁然之後可能我哋再俾個方法你，令到你可以好容易。去將嗰個嘅數拆翻，而中間嗰個人攞住嗰大嚿好大嘅數冇辦法拆嘅時候咧，咁基本上你就係嗰個加密技術嗰個嘅根基所在咯。咁就係話，如果你能夠發明一部電腦，好可能就係未來嗰代嘅一啲叫量子電腦、超級電腦都好嚇，或者量子超級電腦我認得你作個名。OK， 你發明到呢樣嘢嘅時候，任何人哋傳送嘅呢啲咁大嚿被加密咗嘅資訊都可以被你好輕易地拆解嘅時候嘅話咧，咁就代表住就係話咧，冇乜嘢係可以保密到嘅。其中一樣嘢我哋最驚嘅就係嗰啲銀行密碼，我哋自己 password 啦，甚至乎係嗰啲我哋叫 digital signature 啦，係咪？我哋嗰啲電子簽署啦，咁樣如果俾人哋咁樣好輕易地拆解咗咧，咁就冇意思噶啦。即係好多時對於成個嗰個嘅金融運作啊，甚至乎政治運作啊，呢啲係好大影響。咁係咪可以咁講？個實際嗰個效果係所有嘅網上或者所有嘅密碼係全線崩潰嘅，係啦，根本做唔到嘅。係啦，即係如果你假設即係我哋成個科學新知第一集就係講量子電腦，係咪？如果我哋知道就係如果量子電腦可以成為一個超級計算工具，其實而家世界上幾個國家幾個機構去競賽去整到第一步嘅啲量子電腦出嚟，亦都希望去提升，亦都我哋都證實咗就係量子電腦係有個能力去超越傳統電腦，係一啲我哋傳統認為係需要好長好長時間先可以拆解到嘅數學嘅運算咧，原來可以喺量子電腦係好快可以好快就去提升到。即係我唔記得一個數，大約你如果超過咗你大約52個 qubit， 你再提升多啲去80多個 qubit， 基本上咧就係有啲嘢係量子電腦玩曬。咁到有啲你如果掌握到嗰套技術，你去攞嚟去夾硬將啲密碼硬拆，而你又做得到嘅話咧，咁就代表住我哋今日嘅呢一套咁樣嘅透過即係去拆解大數嘅呢套加密技術嘅末日咯。好，咁啊個意義非常之重大，咁但係而家咧就美國咧就諗到方法出嚟啦，嚇咁臨時啊，即係其實呢個臨時方法嚟嘅。咁係咪將即係我哋而家網上嘅資訊嗰個密碼，再 encryption 啦，加密嗰個程序係用另外一套方法去加密咧？嗱，我自己其實問我咧，
我自己好後悔，我自己喺中文大學去副修數學嘅時候冇去剔密碼學呢一科嘅嚇，即係我當時我睇唔到有咩咁巴閉嘅，即係個人我唔知道原來入邊讀嘅嘢係需要牽涉到咁高深數學嘅，只能夠自己眼光有限啦，以為數學淨係能夠去供應到物理學家的需要就算咁樣嚇，但係其實我係好後悔冇讀呢樣嘢，到今日我自己去睇嘅時候，我係 catch up 得好辛苦，咁當然啦，如果有專家去幫手去更正我講嘅嘢更加好。咁我嘗試用一個簡單語言去講啦。咁我哋就話咧，我哋今日嘅加密技術咧，其實好建基於我哋頭先講嗰種大數分解呢樣嘢係好難，係靠呢樣嘢嚟保護住，令到我哋唔係去保護住我哋嘅密碼嘅。因為將一個大數分解係咁難嘅時候，於是乎我外人有部超級電腦都好難拆解到具體上係由乜嘢數字成埋去得出呢嚿大數。佢唔知道究竟係由乜嘢基本數字成為而得出嘅大數嘅時候，佢就唔知道呢個咁嘅咁基本嘅數字，即係呢條密碼究竟係咩嘢？即係咁但係數學上咧，其實有好多呢啲唔同類型嘅問題嘅，唔一定係由細數成大數，然之後大數分解。大數分解只不過喺數學即係計算，甚至計算機科學領域範疇入邊，其中一種係好難做到嘅數學問題。OK， 咁於是乎數學家。他們去認識很多種不同數學問題的時候，他們就辨認到有哪一些數學問題是有一個潛質去幫我們去建構一個新的密碼加密以及解密技術的呢。其中其實在這裡其實有幾種不同的數學問題去做競賽，你要我數出來我數不出，就是我自己你叫我自己去自己計一次我都不懂、okay？ 但是在最近一個、今年的新聞，今年二月呢，其實就出現了一個、就是大家預示到在未來不久的將來，可能講緊十年到的時間咧，萬一有人掌握到超級電腦技術，他就會將我哋現時嗰種透過大數分解就可以解密，他哋就能夠做得到。咁、我哋好怕呢一日即係過早地出現。咁所以我哋要趁住呢一日未來臨之前咧，重新更新過我哋嗰套加密技術，睇下可唔可以用一套咧難啲，而且咧係喺嗰個電腦機能可以接受範圍之內，即係。可以做到有效的加密和解密，亦都係有亦都唔係咁容易俾我新一代嘅電腦去解拆。有冇一類嘅數學問題可以幫我去滿足曬呢個要求嘅咧？咁講嚟講，其實都係個數學嘅離唔開數學嘅咯，即係加密係離唔開數學嘅喎。係啊，咁佢就即係企圖就係將我哋而家呢個加密技術嘅壽命咧去延長。嗯，嚇。咁喺今年嘅二月咧，佢哋就即係去邀請啦。咁啊，有你哋去提供幾個方案。咁好似最後有五六個方案之中去輪選嘅。咁而喺最近咧，就終於咧就佢哋去有結論，就係話去使用到底使用邊一種嘅方案嚟去取代現時嘅嗰種加密技術背後嘅數學結。嘅嗰種數學嘅根源嚇，去換咗佢，我哋繼續係需要有一個即係密碼加密解密嘅呢個步驟，但係基於嗰本即係背後根據嘅嗰套數學咧，就唔再用我哋傳統嗰啲咩質數相乘、大數分解嗰套嘢啦，就換第二個數學問題落去嚟去做，幫我哋繼續做呢個加密解密嘅技術。而對於嗰個電腦，如果你要 hacker 佢嗰個電腦嗰個設備要求係會更加高嘅。於是乎就我哋嗰套有套新嘅咁嘅數學，幫我哋重新建構新嘅加密技術咧，咁我哋就可以繼續去維持住我哋個資訊安全。咁個就係、是、即係件事就係咁。咁邊一樣嘅數學係被選中咗咧？佢其實嗱呢有啲 term 咧，其實噏咗出嚟咧，我自己都知道個名嘅啫。就係佢哋最後選咗個叫 Crystal Keeper。嘅呢一種咁嘅方案，而背後基於咧就係一種咧一種其中一種線性代數嘅問題，佢嗰個叫好似上次我哋去講其中一個嘅得獎者係關乎呢樣嘢。OK 嚇，咁但係佢背後基於個數學咧，其實就係一個如果有啲咧喺高中有高中嗰個數學，即係甚至乎我哋如果用我以前做 A level 時代咧，有 pure math。那些基本線性代數學過矩陣數學的那些人就可能會比較容易明白到什麼一回事。我們是即是他現在那個叫 LWE Learning with Errors 那種，即是其實一大堆的線性方程，我要求一個解
其實就有一套很標準的叫做咩 Gaussian elimination 的方法嚟去幫我哋去求個解嘅。你有十條式十個 unknown， 然之後就條條都係線性方程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去有一個標準嘅數去解佢。咁對於呢類數學問題咧，俾電腦都係好容易解嘅。但係原來喺呢類嘅數學問題，只需要引入一個少少嘅 error， 少少嘅誤差，將個數學問題變少少嘅時候咧，最後對於嗰個嘅電腦運算嘅要求咧，求解嘅要求係難咗好多嘅。咁即係其實點解要講呢堆咁嘅嘢咧嚇？我自己都好難一下子諗一個方法嚟去話俾你聽，即係呢類數學問題係乜嘢？但係你至少有個印象就係話，數學家去研究呢類數學問題嘅時候咧，佢就理解到就係話咧，你要去即係去建構呢一堆咁樣嘅數學式好容易，但係你要喺呢堆數學式入邊求翻個解係好困難。亦都係不對稱咯。係啦，即係有一種就係話你要去即係咯，有如果用一個物理現象去解，你要將你要將奶同茶溝埋好用，咁好易。你要將杯奶茶變啲奶同啲茶分翻去係好難咁樣。或者你調翻轉啦，你而家我有個杯喺度啊嘛，咁呢個杯喺度啦，我跌落地下爛咗，我點整翻？你好難砌翻，砌翻唔會砌翻。咁而家就係呢類嘅數學問題，我哋發覺就係咧嗰啲嘢就係呢堆叫 learning with error 嘅問題。即係其實點解要叫 learning 咧？其實好多時候同嗰啲叫做咧人工智能嗰種學習嘅問題咧，其實好多時就係牽涉到嗰種machine learning 咧。咁會用到呢一類咁樣嘅線性代數問題咁樣嘅嚇，咁你喺入邊要求一個解 ，OK？ 咁原來呢個求呢、這個解嘅過程咧，就喺數學上面佢哋即係嗱呢啲就係啦，讀 computer science 或者讀數學嘅人，佢哋就會好落力去研究下究竟佢嗰個難度嗰、那個不對稱嗰種難易程度係差幾遠咧？咁佢哋了解到原來係可以超越嗰個嘅。即係頭先嗰個簡單數相乘、大數分解嗰類咁樣。嗰個好似叫 NSA， 但係咧問題就係、是，即係我哋用開呢、這個，我哋好容易理解啊。嗯。即係我冇讀過數，我都理解。但係而家呢個你睇下。係啊，因為呢個 learning error， 你睇下 ，this article may be too technical for most readers to understand， 即係話。嗱，我睇落基本上咪睇，即係 most reader 包括我啊，大佬，我係學過少少線性代數咁解嘅啫，我自己係叫做嚇。即係你入邊嘅聽，同埋我學過少少 machine learning 咁解嘅啫，其實即係，但係即係我自己，你要我 program 翻去解呢類嘢，我可能我知道係點樣去 program， 但係究竟嗰個數學嘅結構點解原來係難，同埋點解係仲難過我哋去做大數拆解咧？我係唔識嘅，呢樣唔識。唔係，我諗好明顯一樣嘢啦，就即係第一個我哋講嗰個加密嘅程序，我哋好容易即係用一個值。即係一個簡單方法，但係呢個我相信，因為數字相乘、質數合成數啲嘢大家知啊嘛，學曬。但係呢個我相信我哋冇可能啊，呢個節目解釋到。我哋就係知一樣嘢就係、是，佢同頭先嗰個加密方法係一樣嘅，就係佢係不對稱。係啦。佢去做呢個過程係好易，要將佢還原呢個過程係非常之難。係啦，咁總之你可以理解到就係咧，佢即係而家負責去密碼學嘅研究嗰班人，佢就研究清楚就係咧呢一套嘅加密技術比起其他。即係人哋根據於其他數學問題而建構嘅加密技術嘅好處就係話咧，佢解密係即係佢咧要夾硬用 hacker 嚟去解咧係難，嗯，亦都夠難。但係你交翻俾一個正正式式接受方合法，即係一個你想去交俾拆信嗰人去解嘅時候咧，亦都係一個。運算量可以合理的一個時間去解得到，即係你發覺原來一陣間就係話係啊，我整到好難解啊，結果就係你想去收信嗰人都好難解咁啊，麻煩啦，係咪？咁啊，連你 encryption 都本身都好難啊嘛。所以係啦，你諗好即係嗰個密碼要呢樣嘢可以好直觀嘅。我希望我好容易將佢加密到，而中間嗰個人好難偷睇到，但係收信嗰人又好容易解拆翻到。呢樣就係做到滿足到密碼學嘅要求啊嘛。咁而家就係即係你要平衡呢幾個因素嘅時候，發覺而家由呢個叫 Crystal's Keeper。呢種呢、这個方案根據於叫 learning with error 嘅呢種咁嘅數學問題而建構出嚟嘅加密方案咧，就會成為呢個咧 NIST 即係美國嗰個負責頒布標準嘅嗰個嘅機構，即係嗰個頒布標準嗰個 NIST 嘅機構去做好多嘢嘅，佢幫手頒布咩為之一秒，咩為之一公斤，咩為之一米。咁而家佢就甚至乎係佢頒布埋呢個標準，就係應該用一個乜嘢嘅標準加密技術。咁嚟緊你可以預期啦，可能咧你會預計到喺而家佢頒布啲標準之後咧，就開始討論點實行嘅階段啦。可能到時你會發覺，突然之間有啲銀行嘅 app 要你更新，咁佢話要用新嘅加密技術，咁好快我哋會見到呢一日嘅，其實就係、是。
我簡單講，我睇極都唔明咯。我即係花咗少時間睇一睇，基本上一個字都睇唔明啊。咁咧就你睇唔睇得明呢啲係咩符號嚟嘅？嗱，咁我後屘我係要咧去舉一個實際嘅例子，我然之後由個實際例子先了解翻佢呢堆符號係乜。哦 ，OK， 嚇，即係你如果完全係用個符號咁樣，我老實講啊，我噏咗出嚟之後。就浪費大家時間嘅啫，係咪即係恕我喺呢度冇辦法用一個好直觀嘅方法嚟去解。咁但係你可以期待，即係我覺得大家期待住就係話咧，嗰、那個嘅我哋對我哋最大影響啦嚇，我哋可能會突然間有一日睇到，我哋呢一個嘅銀行嗰啲咁樣 app 咧，有重大嘅更新，我哋用新嘅加密技術嚟俾大家一個更加安全嘅銀行體驗，咁係會有你會見到啲咁嘅嘢咯。嗯 ，OK， 咁啊唔多問啦。咁最後想即係搞清楚一樣嘢就係咧，呢件事本身喺個軍事上有冇即係情報搜集方面有冇具體意義？咁絕對有啦！你加密解密技術，你牽即係萬變不離其中，牽涉到即係呢啲咁嘅問題嚇。咁即係你話啦，嗱我咁講啦，道高一尺係咪魔高一丈咧嚇？咁唔知啊，而家就係道高就企圖道高一尺啦嚇。咁究竟即係解密技術追唔追得切呢樣嘢咧？咁啊～但係呢個唔同頭先嗰個啊嘛，嗱頭先我唔知啦，因為頭先嗰個係你講咗出嚟條橋，個個都識抄噶嘛。嗯，呢條橋係咪都係講咗出嚟，大家都識抄咧？唔係嗱，大家都係識抄，咁你嗰個加密嘅技術大家都分享咗嚇，但係問題就係我擺明加密知道係咁加密噶啦，但係你要夾硬去解呢樣嘢，你係要用一個咧，就算你可能有一部係量子電腦。你都可能需要用一個宇宙年齡咁長嘅時間先解到，嚇咁即係話解唔到。OK， 咁即係其實就係佢哋能夠去叫做預測下嗰個嘅計算機個運算量可以係你係要去到個密碼幾長，你就可以逼到佢。你密碼每多隻字，佢就會多咗一堆要多啲時間嚟去 trial and error 嚟去拆噶啦。咁即係你可唔可以揾到一堆數學問題，就係話我唔需要加好多嘅。密碼嘅字，但係都可以令到你計餐死。我知道，但係我意思係話咧，因為前面嗰個其實有版權嘅，即係當年咧，頭先我講嗰個英國數學家，佢冇新。嗱，如果今次佢咁樣招標得，我諗佢一次過要解決曬呢啲問題㗎啦，就唔會話係即係應該係嗱美國嗰即係講專利權啦，我唔知佢嚇講專利權係點樣，我就冇研究點樣去分。咁但係提出嗰個人，我估佢冇理由冇著數啊！呢個人哇發達咯，呢個人真係咁，即係你會睇到咧。嗱，而呢班人提得出呢啲人咧，純粹數學家，純數學。你如果數學，你仲要讀密碼學嗰班人嚇咁甚至乎佢哋好嗰個計算機科學，即係你發覺原來計喺嗰個 computer science 同嗰個數學入邊，呢班人其實係最後係喺呢一個範疇入邊，基本上同一班人，佢兩樣嘢都熟。所以咧，數學家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貢獻。不過咧，數學家最緊要唔好揀錯老婆啊，知唔知啊？嚇，好啊，我哋一節完，下一節再翻嚟啊。